智慧城市展盛大登场，蔡总统亲自参观电信公司展区，体验最新 IOT 大平台。未来的智慧系统，一只手机就能搞定住家大小事。除湿机开启。 小智家电控制或是数位影音平台随选频道，都能连接智慧型装置，视野再放大整个城市，从照明、空气品质、水质等环境数据，都能透过触控式荧幕一目了然。创新科技生活模式将是未来趋势。住宅智慧的智慧的这些安防智慧的这个商业，甚至智慧农业，在 IOT 大平台这一部分呢，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哈。 因为这个现在物联网啊，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啊，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商机。先进概念展场内完整呈现，另一头是 AI 技术，人脸监控系统准确率超过99%，已经很夯的行动支付也是便利生活的一大元素。我们除了在国内发展之外，另外呢，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些经验呢，也希望能够这个带到其他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国家。 智慧城市展超过120个城市共襄盛举，打造6大展区，永续概念结合绿色环保，向国际展现台湾的数位经济实力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